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翼龙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实况一款游戏，叫做《九龙魔法阵》。对，正如你们画面看到的，它是一个很老的。对，你看，就是画素啊，就是画质也蛮差的一款很老的 RPG 游戏。然后这阵子应该主要都是为就是去实况这游戏为主。对，那因为想说，也好久没有就是录游戏了，然后事实上就是想说，我们来回归一下，回归一下，不然总觉得当初开频道的用意都没有了，好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启动魔法，好大声啊！哦，它真的很大声哎，真的很大声。啊，本故事纯属虚构，所涉及的人物、组织名称、用语和实际事情、人物相关无关啊，无关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九龙半岛的名字，由来是沉睡在地下的九条龙，但人们开发建设，把沉睡的龙也唤醒。传说在九龙半岛地下有一个魔法阵，只要啊，对，正你所见，这是一个背景是设定在香港的一款游戏。OK， 天佑，传说在九龙的命名，传说在九。九条龙，第一条龙沉睡在古墓里，第二条龙熟睡在观音旁，观音旁，第三条龙昏睡在烈火内，第四条龙潜睡在水里。哦，这个就还蛮。第五条龙依着狮子睡着。第六条龙昏睡在狮腰旁，狮子腰。第七条龙仰睡在狮牌上，狮碑上。第八条龙沉睡在大石下，孙悟空。第九条龙在高岭上潜睡。我觉得音乐好像蛮大声的。因此，这半岛命名为九龙半岛。真的有九条龙在九龙半岛吗？当然，只是人们没有兴趣认识这城市的过去。我觉得跟现在很多人一样，也没有兴趣认识这城市的将来。这里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，过去没有，将来也没有。天佑，我说一个秘密让你知道。啊？什么秘密啊？传说在九龙地下有一个魔法阵，我要跟把刚刚的东西也说出来。魔法阵，只要唤醒九条龙，魔法阵便会开启，向那九条龙许愿，愿望就会实现。跟七龙珠一样，七龙珠是收集龙珠。何良，我们也往那边看看吧。好啊，反正也很少机会来山顶。真怕我声音太小声了。大哥哥，那刚才那魔法阵的名字是九龙魔法阵，高明。天佑，你看那位大哥哥在谈什么？刚才玩明姐在那里发现了新奇的事情，紫薇还说过会吓你一跳呢。变小兵了。对了，天佑，你干嘛发呆？我想在这里多看一会。那么我们到你爷爷那里去看喽。天佑，看起来很关心他，也不想跟。是
叫九龙魔法阵。在九龙那里呢，好像很有趣。声音不会太大声吧？哦，这个是他叫张天佑，是不是？以这片大地来换取愿望。我叫徐子威，让人们献出他们的所有。司马明杰，就让这都市沉沦下去。他叫司马明杰，李自良。只有破坏，才有了生机。九龙魔法阵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最怕的真的是音量，因为我现在是戴耳机听，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游戏音量很大声啊。刚刚就是一个前导故事啊，跟你说九龙魔法阵的九龙是从哪里出现啊？第一章苏醒、苏爽、苏醒。然后顺便介绍一下登场人物有谁呀？哦，两千多年的香港九龙。Oh my god! What's this? 打雷？为什么用了声音？那雷声真大、啊。刚才好像梦回小时候的事。哦，所以刚刚碰到大哥哥啊，是小时候的事情。调整一下麦克风。睡醒了，睡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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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。该起来了。喂、欸，哦，没有。噔噔噔，我叫张天佑，今年是17岁，正值中学会考之年。Yeah。现在4月份，刚考过学校的模拟考试，正等待5月份的会考来临。5月份就考会考了吗？问我的成绩，我是中规中矩，还要看考试时候的表现呢。这个月要加把劲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走？哦耶耶！然后我想要做什么？看电脑。我要怎么操控？他也没有跟我讲。就是我们到时候，他刚不是有介绍4个人吗？就是第一个张天佑的驱魔师啊，这是有点类似像冒险 RPG 游戏，所以就是对，然后这边就一样，我们有物品，然后特殊技能，然后现在都没有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才1等而已，看一等，然后正常啊，我们的血，有我们的血量啊、经验啊，然后什么魔力值。不过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是个穷逼。然后我们像临港员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还没有钱。然后我们还可以跑啊 ，BGM 就开着 BGM 了。虽然我觉得后置音乐上去好像蛮有趣的，不过我这次实况打算就是用比较古老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古老的游戏。妈妈早安。妈妈早晨，应该就是早安的意思啊。天佑，早安啊，早餐快煮好了。And then what？ 这像派一样的东西，还是那是哦，那是洗手槽吗？我可以煮东西吗？还是我可以？哎，我过不去，我想要去冰箱看有没有东西。我没办法过去吗？没办法 ，Oh my god！ 我连看冰箱的权利都没有了。好、哦，这就是我房间。哦，对哦，说到这个，我这就是这个 episode 会把时间，就是录制的时间压在15分钟以内啊，就是。哦，
书架上很多漫画的少量参考书，少量参考书，你不是说你很认真在念书吗？还有一个天佑在中山时在运动会上跑1000米冠军的奖杯，旁边还有不少奖。他说他是个运动，他是一个很会运动的人。我们这一集就先大概了解一下这角色在做什么。哦，天佑中学见到，哦，有点难讲。哇，是天佑独自买电子组件安装，花了不少时间跟钱。Oh my god！ 我最得意的便是运动机械和电子。有扯哦，垃圾桶没有额外翻译，还是我可以在睡觉？我刚刚睡觉就直接是走进这个模，大家看出了吗？直接走进这个模组里面，然后是放一块棉被在上面。好，我们出去，这是爸爸妈妈房间，没有有啦。所以我们好，我们可以走啊，这边啊啊，早安，爷爷。为什么突然变成有点加酒的感觉？明杰和子文怎么一大清早就来了？早安，天佑。早安，没想到天佑会那么早起来呢。昨天打雷，睡得不太好啊。遮架眼镜的秀才是住在楼上多年朋友兼同学，他叫做司马明杰，长得很秀气。读书方面出色，是我的功课救世天使。他的爸爸是著名的风水术师，风水术师父。今年初，他的父母和哥哥刚移民外国，像是一个人居住，偶尔常来我家吃饭。我们有如亲兄弟般呢，真的好好练习怎么讲话。哦，所以他像是一个人住哎。然后刚刚前面又说天佑是17岁，所以哇，他正值。最想要一个人住的时候，天佑，你干嘛盯着明杰？啊，他是住我隔壁的，名叫徐子威，是我和明杰的儿时，是我和明杰儿时便认识的朋友。又不是长头发和穿裙子，我们大概把他看成好兄弟。他一点都不像女孩子，这根本就是现在很多男生就看女。我身边的同学啦，我身边同学看女生有时候真的都会这样看。小时候他的妈妈在少女时代。是著名的召唤魔法师，不过我从来也不曾见过他妈妈会使用魔法哦，所以这边就有点点出他们存在的时候，他们的生活中是有魔法这个东西的。奇怪，你们怎么会一大清早来我家啊？干嘛？讨厌人家？天佑，哎呦，老人生意讲话，怎么了，爷爷？今天表情那么严重，难道发生大事情？天佑，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，爷爷？你别像漫画书内的世界末日口气，告诉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不会讲话了。昨夜的轰雷不是一般的轰雷。昨夜在旺角的火车站附近，遭不寻常的轰雷击中，整区也停电了。那是。可能是沉睡在火车站底下的火龙所引起的。火龙？看你那睡觉死猪一次，哦，好凶啊！果然是会被当成兄弟的人。其实沉睡在九龙地下的九条龙，因为环境的开发慢慢苏醒。哦，所以九条龙是真的，就不是传说，就是一个真实的，就是他们的。所以他们真的故事讲，早在菲尔林上的金龙，因开放实况已被唤醒了。当九条龙也集结起来，九龙魔法阵便会开启。只要有人向那魔法阵许愿，那愿望就会实现。怎么会？我没告诉你，你怎么知道？天佑，你是从哪里知道的？这个。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昨天梦回小时候。那昨天梦见小时候，那大哥哥告诉我，我才知道的。小时候的梦，难道是？
看来天佑你也有直觉。喂，别把我说成傻瓜似的。别说那个了，我们今天一早来便是为了这个原因。我们可以做什么？难道封印其他龙吗？没有错，是需要你们的力量把其他龙都封印起来。爷爷，天佑，现在九龙魔法阵许愿在家时，这根九龙器会被毁灭呢、啊。毁灭？其实近来香港九龙内已发生许多怪事，例如古怪物因九龙区、西九龙区海面发生了双重水龙卷啊！真的是完全忘记怎么讲话了。九龙中部的古怪病急速传播，这一切都是存在九龙地下的龙幻石所导致的。所以龙到底是好的还不好的？其实影响九龙的还有香港岛的转变。香港岛的填海工程把平静的维多利亚海港也变得充满暗涌，间接令九龙魔法阵四周环境转变。天佑，我至少便教导你学习道术。除了因为我们是驱魔师张天师的后人外，还有我们是保护九龙魔法阵的四法师之后人啊。四法师之后人，那么难道紫外明杰你们一早就知道这件事情？小时候我爸爸已经告诉我知道了，我妈妈也在几年前已经告诉我。其实我也没想到这一天会那么快到。我本来想要等到你能力高点之后才让你知道，他能力不好是不是？但没想到情况变化的太快了。爷爷，一直以来我没有想到我所修炼的剑术和道术有那么大的用意。天佑啊，我一直也在寻找着其余的三法师，据祖先的遗愿，把九条龙给封印起来。由于法师的封印力量会在40岁后开始减弱。只有四个不相伯仲力量的法师，才可以让所有龙找出来封印。我们这一代最适合的，现在有我、明姐、紫薇，另一个呢？几年前已经和他失去联络了。什么？在这重要的时刻？其实只有我们三个，我们要把龙给封印起来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近来一连串的事情，我感到。好像有人刻意去寻找九龙魔法阵似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希望你们能尽快寻找九龙的位置，之后才找方法封印起来。这些事情怎么可以少天佑你呢？当然，现在终于明白自己的宿命了，需要完成。很希望尽快寻找那些龙，爷爷。那么我们到哪里寻找龙沉睡的地方？超不会念字，你可以先到旺角火车站的地底看看。啊，我东西交给你，跟我来。天佑，啊，不是他，用错语气。天佑，我们走吧。天佑，我们需要加油。耶，于子薇和司马明杰加入了。呀，这样他就跟着我们走，然后我们。队伍里面，对，我们队伍里面就有一个，我们天佑叫做驱魔师，紫薇叫做魔法师，明杰叫做术术师，术士的意思啊，我觉得。然后，OK， 对他们就这边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能力。我血量最高，我是坦克，是不是？啊，好了，今天稍微有点拖到时间，现在有快20分钟了。然后这是我接下来会去实况的。一款游戏叫做《九龙魔法阵》，然后希望观众可以看得喜欢。对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个喜欢并且订阅。这句话好久没有讲了。好了，总之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